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鄂东老男孩。今天我们现在在这个岳西明堂山风景区这里，就是这个朋友们带我们这边来玩一下啊。这个风景区很有意思，它这个名字叫做明堂啊，明堂山，明堂山啊，这到底有什么明堂？我们上去看看就知道了啊，走。你先进，一个个的搞是吧？对，他先扫一下过一个。你们手中的门票哈，不要丢了哈，因为待会上山下山的时候都会检查这个门票的。到时候你们把门票丢了的话，那就等一下下山的时候自己要重新去补这个门票，就会产生比较麻烦的事情哈。第二点就是你们这个票当中哈，都含有一张这个精美的旅游纪念照，一张小照片。这个小照片它是不花钱，我们景区免费送的。假如说你们自己觉得好看，要拿七寸大的照片，那你们就自己花20块钱向景区购买。假如说不需要，那你没关系，你就拿着小照片就可以了，知道了吗？第三点就是你们男士哈，假如说上山的时候不要抽烟了哈，抽烟被摄像头抓住的话，一根烟就罚款3000。来，往这边先走过去，那边工作人员那边会帮你们安排免费拍照。这个小照片，小照片免费的，大照片20块钱。对，大照片能需要大的就这样下会吧，小的你不要也可以。对，他到时候帮你。稍等一下啊，稍等一下。你合在那个玻璃栈道上。向上，一二三，哎，好了。坐哪边？坐这个车。坐哪边？随便坐，坐满了他就走。冷的，对，好多天没爬山了。这才刚刚起步，你刚刚还有2公里。这个是什么？索道票是吧？对，索道票。不，还不然带边一个紧着不了啊。一个。那边在拉树，他说不让上，只能从这边。下面在建设。11个，来走，1个。虽然我恐高，但是我坐这个我不怕。他说他坐摩天轮都怕。哎呦，怕不怕？好黑呀！这边这个索道后来建的，我没坐过。会登离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我们看看，这样刺激。要上去吧。我们看看上面，看看上面有什么名堂。我头都出汗了。我们看看这边有刺激，看，就是我的。可以，经典了，绝了啊！我跟你说，那边那个缆车要坐好久的。对呀、那边走路少一点吧。这地方玩水水吧，这十里八乡的媒婆。这媳妇太烂了，不水。玩水个头了我。哎呀，不是拉柴火了啊！太湖的啊，我们说不着，能说着还管他是哪个地方，光说不练假把式。你要甩这个要求，我弟弟老婆没要求一水。算了，太难了。不难，你要非要求不难。都是石头啊，悬崖。都是栈道啊。装的石头。你不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那个石，那上面有没有那个石饵啊？石饵这石头上面有可能，这上面会有。上面有你看不到啊。应该是石饵吧，我感觉。这个真像。是不是？是吧？我觉得应该是。真是。石饵啊。这个是人呢。算了，别弄了，还是让他在这上面长。这个上面能长才怪。不管长不长，我们不能破坏它。那上面哎，那里有，那，对，这里，啊，那一大块看到没有？对呀，那个好大一块啊。对呀。这底下是个樱花。是樱花，对，野生的樱花。野生的樱桃。每次爬山看着这种远景的时候，心情就特别舒畅。走吧，他们都跑光了，我们还没影儿嘞，赶紧去追呀！冲啊！你啥都挖不回去，你别想了。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属于大山的，没你的份儿。山是什么样的山？树是什么样的树？好大的回声，我感觉我像傻子。对，因为你在前面喊，我们在后面回应你。山什么样的山？明堂山。明堂山有什么明堂没有？有，明堂山有明堂。
的。啊，咋这么多？啊，哎呀，牛鼻洞。有点响啊。有点响。因为那边还有个洞，两个窟窿眼。趁你不注意的时候。我靠，大了。不等我。趁你不注意的时候，赶紧跑了，是不是？趁着我一个不注意，你真跑。这个地方上面在建设，封了上去，上面有个汉武帝的祭拜台，这就是这个明堂山这个名字的由来，是2100多年前汉武帝刘彻封禅这个，天柱山啊，南岳天柱山，然后这里做了一个祭拜台，叫做明堂，所以这就是明堂山的这个由来。但是今天上不去，哎，正在修建，他趁着这个，就是说，淡季啊，人流量少一点的时候，他。正在做建设，所以有些地方去不了。我先去那边布置站，到那边看一下。走了，这种给力！来，我去对面帮你。没事啊。这多少钱啊？这10块。那我你们玩不玩？玩我的扫码。啊，我怕，我不敢玩。我害怕，我看那个甲，我就在嘟。我在后面，他是。好，现在我们老男孩给我打气啊！哎，给力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我记住你。果然是当兵的厉害！万丈悬崖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耶！雷总，走一个，来，你从那边走过去不会硬了。我有点心动，是不是？走一个嘛，没事啊。但是我还是有点紧张。下。这个石头是有个由头的，当时在那刚刚那下面有介绍的。你看那个有点像那个招财猫，看到没有？哎嘿嘿嘿。那石头历史叫么子？由来也是叫做，这不是有个由来吗？当时。我也不理解为什么这井口是平的吧？去不能站那走。从哪边走？下面。啊？这都行。嗯。不让走了。不让走了，那现在走上面。上面。一根楼石。他们刚才从那儿上来的，我去，看到没有？没地方。哇，爬的挺远的。不过你站到上面喝咖啡呀、啊？喝咖啡的。我的妈呀！这淡季的没人搞。底下都是空的。是不是这已经开始了。这就玻璃栈道了。不，看其他吗？不能看底下，看底下就有点吓人了。开车一样看前方。我妈也忍不住，忍不住看底下。哇，这个地方确实有点高哎。就跟这水泥路一样的，哇，这个上面带劲儿，来，搞一下，走路这么难，怎么着也得搞一圈，走，都已经来了，是吧？怎么着也得搞一圈啊！哎呀呦，不要扶，没事的，你自己走。看一下下面，看一下上面啊！哇，我俩也扶着，没办法，看看我，扶着心里找点安慰，知道吗？心理作用，怕不怕？我问你怕不怕？还是有一点怕的。我这扶着有点心理作用。这底下有个玻璃桥，这个才带劲呢。你们等一下走这个就是。嗯，我待会从还得往下走是吧？这个，我去，这下去还挺难的，感觉。雷总，有没有感觉？没有。去，这，我有点腿软啊，感觉。我的妈呀！不能看下面，看下面腿真的软了。他眼睛尖，他朝里面走的。田总没过去吧？那走多了好像也没什么感觉了哦。现在看底下也没事了啊。那边是？刚才我们现在上来的时候看到那边一个山啊，那个叫司空山，也就是我们的二祖啊。哦，他的所在地就在那道场啊，道场，二祖道场在那边。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山叫妙道山，是哪个峰啊？就是那两座峰啊，统称都叫妙道山。我感觉那个山感觉好高，像插在云里面一样，看见那边。对呀，你现在看见不就是那个半山，就是云里雾里是吧？对对对。现在这个雾还不是很美的，有时候这个要说早上上来的话，那个雾，或者说刚下雨的那个天气，哎对对对，嗯。如果我们在那个下面看这个上面的，那就是这个真的。若隐若现，就一个山间的山峰在外面，然后半山腰前面是云，那个风景更美。那是非常好看，这已经很好看了，我感觉。好看吗？
大山深处都是井呢。那倒是，这里就是有那个。哦，这就是。这是这，你走上面可以炸的那种。不炸，这不炸。就是不是配的那个。这电已经挂了，应该不通电了。这个像和现在啊，这个显示屏它不是透明的，还我以为是透明的嘞。它那个一格，它我以为是液晶屏，结果是个点阵 LED 点阵，那个喝了酒，那个就没了，那个就没了，我怕了。